小婴儿被装在蓝色塑胶袋，遗弃在水沟里，身长只有25公分，才刚出生没多久。警消获报到场，赶紧查看女婴状况。我姐姐看，我放在这边的时候。怎么好像有东西在动？新生儿被丢在新竹关西的小巷水沟里，让附近住户吓了一大跳。我就在动哈，我想是不是小宠物还是什么东西？结果我赶快去拿剪刀，就剪开是人了。小婴儿啊，吓死我了。这个水沟水深约20公分，女婴可能有生命危险，好在被民众发现，而消防局就在500公尺外第一时间将她送医。那婴儿是应该是刚出生，还有脐带，女婴生命迹象稳定，由消防局送到804医院。小女婴被送到桃园的国军医院照顾，没有受到伤害，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，要来寻找这一名狠心弃婴的母亲。记者何孟谦、许志成新竹报道。